上海滩头群星割据，每分每刻都上演着一幕幕的杀戮游戏。快过来！你不该来上海。放你的屁！你不是说可以一箭双雕吗？今天晚上，老梁开始接客做生意。好极了，是他自己愿意杀你。现在我已经准备死了。你为什么不放开我？报！三位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纠缠在权力与感情之间，相逢只是一场报复的圈套。你不是人，吃人的黑豹。绝不低头。